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董必武纪念馆位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的东北处柯子山上，占地面积5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建筑风格为中国庭院式结构。董必武纪念馆位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的东北处柯子山上，占地面积58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70平方米，建筑风格为中国庭院式结构。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14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52名。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14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52名。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14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52名。三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奉献了14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其中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52名。李先念纪念馆位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柯子山上，与董必武纪念馆成对称式布局。该馆是1993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1994年4月5日清明节在故乡湖北省红安县动工兴建的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